多少？你先发动试试看，我们在旁边煮的。好，谢谢，就是好，谢谢你很重要的事情。好，对，下让我请，我这个人不欠人。好，不用，我喝完。然后就往里走。然后说，哎，有件事问一下，你不要走啦。等下他还要问你啊，还要问。对啦，就我哎你一下就停下来。为什么你会那么了解陈俊瑶的心结？叫我。这样子。你看，哎，然后你就走了。到底是喝多少？到底是喝多少啦？你怎么这样？那我就跳很长。你停下来，回头对他微笑，苹果微笑，谢谢。他先走，苹果高兴的追上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困难的转折，因为谈得下去，有小心。不会啦，这台车，这台车完全没有 Kurachi， 它就是完完全全一点技术性都没有，就 Kurachi 什么都拔掉，就是只要油门刹车，它两边都刹车。哎，你先发动试试看，我们在旁边补的。发动，发动，不会，发动，你先发动一下。然后就这样一点点，它就往前。对，先补，我们不方便啊。这边我要踢开，是不是？对 ，OK， 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点，脚先上去。我脚先上去，不，一分脚，右脚上，停。